今天是大家所期待的校园回校的，相信在座的各位已有一段的时间没见面了，就让我们的王佩伟老师带来这首《好久不见》，向大家问好，掌声欢迎王佩伟老师。我来到的城市，走过你来时的路，想象着没我的日子是怎样的孤独，拿着你给的照片，熟悉的那一条街，只是没了你的画面，我们回不到那天。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，我会带着笑容挥手寒暄，和你坐着聊聊天。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，看看你最近改变，不再去说从前，只是寒暄，对你说一句，只是说一句，好久不见。熟悉的那一条街，只是没了你的画面，我们回忆不到那天。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，我会带着笑容挥手寒暄，和你坐着聊聊天。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，看看你最近改变，不再去说从前，只是寒暄，对你说一句，只是说一句，好久不见。